好意思，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机会唱歌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听。那也欢迎李宣荣来到我们台中，我是今天签唱会主持人，是 Grace， 你好。那我们也请宣荣呢，今天请我们台中的朋友们先打声招呼。台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。现场的朋友，越来你开始唱歌，大家都开始靠过来了耶。我们先来台中大合照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请宣荣呢，蹲在我们这个舞台前方，跟大家来。小纸张全部都把它拿出来，一起对。对，我看很多朋友们带了不止一张，对，全部都带出来，全部都拿出来，让我们一起留下这张难得的大合照。好，我们先请中间绿色衣服这位工作人员，大家看这台相机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来第二位，我们穿牛仔衬衫的这位，可以举手的这位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那我们染头发的这位，穿格子的，我们看这台相机。我相信这几位粉丝你都很熟识，真的都是从星光时期就开始支持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也有从就是跟雅兰姐拍戏哦，对，真的也是很不一样的挑战哦。是，但是话说回来，刚刚有提到了这一张 EP 呢，说什么也等待了有十年的时间，所以对，所以这十年的等待，我钢琴上来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想到，当年我就是就是这一张。对，就是希望小公主其实已经十年了，然后十年再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上面唱歌给大家听。好了好了，声音都在抖了，麦考麦考，对，就是秀，很特别，很不一样。其实跟忐忑是因为以前都是星光同大家一起，一群人，对，一群人一起来宣传，然后。对，今天很不一样，是一个人，所以单枪匹马，完全是你自己的场咯。对，看看后面的背板，上面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你，就一个大头。对了，你们想要这个背板吗？想不想？想要把它带回家吗？你们到底想放哪里？家里没有人可以放得了那么大的吧？你们家里有人有办法那么大吗？有办法吗？有，可以，是不是？有。好不好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才以为是开玩笑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不是因为我真的必须要说，我刚刚我在台下呢，跟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听你唱歌，大家真的很感动。就是十年时间呢，看到你真情流露，真的都哭了。我相信台下这些粉丝们也都陪伴你走了十年的时间。是，对，所以知道有些人说，轩荣，从小听你唱歌长大，我心里想说，有有啊，有一个从小啊，举起来，举起来。十年前还没出事啊，所以他最有资格说他听你的歌长大。对对对，以后可以说。是妈妈带来追星吗？哇，好棒哦！妹妹一起成为姐姐的粉丝，对不对？什么？高中还有碰过面？你高中？是你高中的时候，我有吓一跳，想说不是，因为我高中我跟。怎么那么傻？我高中我还没出道啊！对啊，我想说你高中去星光了吗？因为我还没。你高中是真的粉丝，所以也是从高一，也可以算是。
是听着你的歌长大成的，他的学生时期，对，很开心，你的歌声有伴着他。